报道。现在大陆直播产业正夯，雷军投资也赚很大。白衬衫配上黑丝袜，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这种专属又私密的窥探感让线上直播产业快速崛起。电脑，你再卡，我就给你扔到悬崖底下去。除了说话要卖萌，特殊造型更是吸睛卖点，因为只要网友点个赞或是送上小礼物，这些表演者就有钱赚。 Unlike on YouTube, their fans on YY can message them directly and even send them virtual gifts, like a digital box of chocolates or a lollipop.And those virtual gifts cost real money. Performers get around 30% to 40% of the proceeds, and for some stars, that can add up. 但别以为只有年轻妹妹可以称霸直播市场。YY 直播上就出现一对夫妻档土哥云姐，靠着一个镜头和一组麦克风，在网络上深情对唱，年赚16万美元，相当于525万台币。两人不仅是当红网络主播，甚至还上过选秀节目出单曲。而捧红不少网络素人的 YY 网，除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外，营收更是惊人，第二季达到4690万美元。看来雷军布局线上直播眼光果然精准。三立新闻报道。